就在今天，名宿皮尔斯道出了两个秘密。北京时间11月21日，前 NBA 球星皮尔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，谈及了自己对现在联盟的球队看法。皮尔斯对此发表了意见。皮尔斯谈到自己的老东家说，凯尔特人是赛季至今最让人失望的球队，考虑到他们上赛季所做到的，加上本赛季阵容是健康的，所以他们是迄今为止最让人失望的球队。凯尔特人本赛季至今取得9胜8负的战绩，排在东部第六位，现今奇才队的现状他也别有一番滋味。球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，比尔和小里弗斯在训练中发生言语冲突，随后比尔海姆队管理层表示自己已经受够，沃尔则在训练中怒骂教练布鲁克斯，并遭到了球队的罚款。这些不和谐声音和糟糕战绩又让奇才陷入了交易传闻之中，奇才现在局面已经难以修复，他们是时候彻底推倒进行重建了。过去几个赛季，奇才在后场双枪沃尔和比尔的带领下已经四次杀到季后赛，但他们在季后赛中的表现并不突出，至今没有打进过东部决赛。尽管沃尔一直表示奇才是东部一支强队，但他们始终没有达到过外界的预期，本赛季更是让外界更加失望。